书友们，今天我们来写下两个相似度很高的字。第一个呢是"与"字，参与的"与"；第二个呢是"高兴"的"兴"。那么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如何区分。收笔呢，略有比较重。一点呢，是应该比这一撇呢还要重一点点的，这样能起到一个平衡的一个作用。好，性字。那么这两个字呢，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它们的结构呢，相似度呢是比较高的。我说仅限于结构，但是呢，它的笔画安排方面呢是有点略微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结构的，这个结构的中间这个部分，还有左边这个部分，来对比这边的中间和左边呢，其实大家就能看出来了。就是这边呢有点不一样，就这边，其他的一律都一样。你看一下这边这个结构，还有对比它这个结构，以及下面的横笔加个撇笔和点笔都是一样的，只是这边呢有点略不一样而已。大家写的时候呢，应该要注意到这一点其实不是很难的。好，那么今天对于这两个字，我们写到这里。如果下次写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区分出来。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写下"精气神"三个字。这点呢是最大的点下去，尽量压下去。折笔刚好在点的下方。
这笔呢是最长的啊，你看最上面和最下面呢比这个偏旁呢还要长。那么今天对于这三个字写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书友们一起来写一下书法当中几个常见的点画，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种最常见的是这种，一个点下去三个角，第一个角，第二个，第三个。大家写的时候呢，也要犹豫的把这三个点呢衬托出来。当然这一点呢就比较圆一点，这一点呢也是如此只有这个起笔的这一点呢会比较尖一些。还有一点呢，就是这里呢鼓起来，这鼓起来，这边呢也不要看它平平的，其实它也是稍微有点鼓起来这个感觉的，所以它是每一边呢都是比较饱满的。有些人呢习惯把这个竖点呢写成这个样子不是竖点，把这个斜点就写成这个样子。虽然这里鼓起来，但是这里呢稍微凹进去了，这一点和这一点对比起来呢，就是它缺少那种饱满的感觉。像这边呢那么饱满的话是比较好一点的，所以大家很多人会犯这个错误，大家应该注意一下，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种就是竖点，竖点呢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个竖点呢常见的话是在宝盖头里面，很多人习惯用宝盖头啊写代替斜点那种写法。这个竖点呢其实它有一点细微的变化，有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竖点呢写成这个样子，也可以呢写成这个样子。有没有发现一点细微的变化？细微变化其实就是在这里头部这个起笔的这个位置。像这两边的起笔呢，这边呢就比较长，这边呢比较短，那么这边呢就基本上没有看到，这是一个细微的变化。有时候呢保持这样的长度也可以，有时候呢就写扁一点也行，就不用写的那么长。比如我们平时写言字旁的时候，其实它就不需要那么长。是不是啊？一点对上去，这一点呢就一点点而已，它没有那么长的，它没有像这个宝盖头写的那么长的，所以大家写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还有点撇这种写法，转过去，大家再看清楚一遍，点下去，然后略微的转一下锋，然后往这边甩过去，它是有多了这么一个小点的，因为笔锋呢朝向这边呢，它往这边甩，所以多出了这个尖尖的这个感觉。平时大家接触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走之底，走之底呢有这个写法，点画，撇过去，下面呢就离得比较远一点，转折收笔。慢慢的脱离纸面，大家写的时候呢就应该多注意这个点了，还有中间这个距离呢是隔得很开的，大家写的时候呢应该注意走之底的这个写法，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点笔。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左点，左点呢也有个特点，就是起笔的时候呢比较尖，方向的话是比较朝上的，那么这里呢稍微鼓起来，顺势往下收笔，这两边呢都是比较饱满的应该注意好这一点。平时写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心了，心字底会用到这个左点。大家看一下，其实如果大家对比一下这个点的话，这个点画的话，还有对比这个的话，其实大小呢其实能够体现出来，就是大家写这笔的时候是比较细长的，不要把它写得很重这点画不是很好。那么这个左点呢其实它也不止一种写法了，
它还有另外一种演变的一种写法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提上来，比如我们平时写四点水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写的。那么我们如果变成这种写法的话，也是可以的。提上来。这几种感觉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是提上来的话，就更能表现这种笔端一点这个感觉的比这边呢对比的话比较强烈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对于这几个点呢，我们就写到这里。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转发，下期呢，再见。